啊，离业心不乱是人可以做得到的，人要是做不到，佛不会说。啊，佛不跟人开玩笑，做不到的不讲，做得到的跟你讲。啊，但是我们自己要能审查环境。啊，古人能做得到，现在人做不到。什么原因？古人从小受过良好的伦理道德教育，这扎根教育，现在没有了。啊，现在的人心跟古人那个心不能比，古人心是醇厚、老实。现在人心薄了，不老实了。啊，所以古时候那些方法在现在用不上了。啊，你像三世七道品，现在用上用不上，你听听而已，做不到啊。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得好。末法时期净土成就啊，不需要学那么多啊，只要一部经就够了啊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我一千遍不能摄心，现在人真的读一千遍之后，心里还是乱的，还是浮躁的，还定不下来。那再念，我念上一万遍，心定下来了。啊，一定要把清净心念出来。清净心生智慧，智慧就四通八达，没有障碍。你没有学过的，没有听过的，这一接触就明了，他通了，啊，84000法门全通了，啊，清净心没有得到就不通，清净心得到就通了，啊，平等心得到那就大通了。啊，到大彻大悟啊，什么障碍都没有了。啊，海阔天空。啊，84000法门，无量法门全都通了。这是一条修行的近路啊。